运动自由广阔天地，运动开创崭新天地。彭广阳主播。大学男篮战局预览。美国大学校级男子篮球季后赛的对抗局面已经进入关键时刻。由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 主导的美国大学校级男子篮球队排行榜2月26日更新内容，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休士顿大学队以24胜3败的成绩高居榜首。在这份排行榜名列前十名的学校代表队依序还包括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康乃狄克州立大学队、田纳西大学队、位在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的天主教马基特大学队、亚利桑那大学队、堪萨斯大学队、爱阿华州立大学队、北卡罗来纳大学队和杜克大学队。这份名单的第十一名到第二十名包括以下大学代表队：位在阿拉巴马州的奥本大学队、位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天主教克瑞顿大学队、伊利诺大学队、阿拉巴马大学队、德州贝勒大学队、北肯塔基大学队、德州圣安东尼奥圣玛丽大学队、南卡罗来纳大学队、华盛顿州立大学队、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队。名列第21名到第25名的球队还有位在俄亥俄州的天主教戴顿大学队、犹他州立大学队、位在华盛顿州的冈萨加大学队、佛罗里达大学队、南佛罗里达大学队。上一届美国大学校级运动协会男子篮球年度总冠军为康州大学队。其他进入最后四强的队伍包括圣地亚哥州立大学队、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队、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队，目前在美加地区男子职业篮球大联盟 NBA 芝加哥公牛队效力的6尺11寸中锋佐蒙德 Andre Jamal Drummond 就是康州大学校友。大联盟的选秀历史记载之中共有50名选秀球员来自康州大学，其中22人参加过第一轮选秀。在大联盟的球队之中，芝加哥公牛队选秀时拥有过最多康州大学校友，夏洛特黄蜂队和布鲁克林篮网队紧追不舍。彭广阳，2024年2月26日。